你们两个笑话吗？啊，好好的开学典礼闹成什么样子了？校长、老师、同学们都看着呢，不觉得丢人吗？尤其是你，邓宇，不要仗着自己有一点点天分，就不把老师、同学放在眼里。你离家还大学还远着呢。 你写的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有一丁点成人错误的意思吗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拯救世界去了呢。主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就别骂我。哎，那天在派出所，我是不是就应该扒柴的，叫把你抬回来呀？笑，你还好意思笑？我是不是没说你啊，徐小小？转学的第一天你都敢迟到啊？这你父母跟我说你不好管，我还不信。 我现在是真信了，对不起啊，主任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一个二个认错都挺积极，没见你们改过。要不是今天分班，我非得让你俩跟这站上一天，好好反省反省。主任，我都道歉了，您就让我回去吧。回去可以，但是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算。接下来一周不，接下来一个月。 你们俩给我扫大礼堂去！啊！我告诉你，谁敢偷懒，我就再加一个月，加到他老师为止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走！疯婆子！ 扫把星，疯婆子，扫把星，疯婆子，扫把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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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少也能进重点班。阴魂不散呐，有些人分完班都躲不掉。邓宇，你别太嚣张，有能耐咱们第一次月考见。哼，他是谁啊？他是王爱军，原来跟宇哥一个班的，什么事都被宇哥压一头，难受着。哦，就是他呀，我听说他特意求着教导主任要来六班的，暑假还报了特别多辅导班，原来就是冲着你来的。走，过一下。同学，同学，请问这位子是随便坐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啊，谢谢。